呢個係十二月咧，啊下個月已經係回歸二十週年，好唔好？所以我哋就可能會將活動嗰條狗靚條狗好睇住，回應翻我哋澳門回歸二十週年一種舉措。我哋規劃係多多嘅，希望政府方面與社團方面嗰種溝通與合作，就藉呢個機會咧，就更加將嗰個整個活動或者整個行動。那么我们在去年的十月份，我们就策划了这个项目。这画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啊，对这个大桥进行了这个创作啊，形成了这些作品啊，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了这个咱们这个大桥的这个大的工程。这几年我们会。同时呢，我们和澳门城市大学合作，举办了这个艺术大奖堂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活动。